饭。好，所有朋友们，我们坐下来。我们太厉害了，我们给自己拍拍手。我们第一关已经过关了哈，待会呢保留力气，等一下挑战我们第二关了哈。所以呢，请你牵着你的小宝贝，我们先站起来。老师，请你到我们小宝贝最前面，好，最前面。待会呢，就轮到我们大漂亮哥哥姐姐，还有我们小幼班的弟弟妹妹了。你们休息完了吗？有没有吃饱饱的？然后要准备换你们游戏哦，还你们等待一下，等待一下。我们中班的小朋友，还有我们中班老师带着我们宝宝们准备退场 ，Go Go！ 好，往旁边，往旁边，往旁边。辛苦了哈，那我们等一下啊，哥哥姐姐你们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稍微拥挤一下下。